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刘台长，他不大会讲中文，没关系。台长，我是第一次来法会。你这样拿话筒直的，很开心今天能够来到法会。那当然开心了，他们跟着台长学佛的人，个个就这么开心的。是，这是我第一次。所以有不对的地方。哎呦，别客气了，直接讲问题吧。好，我想问我爸爸1951年属兔的身体状况。51年属兔的是吧？对。你爸爸心脏不好，心脏腰不好，对，对对，讲得响一点呀，对，对，还有，哎呦，你爸爸有一个属老虎死掉的人在他身上，老虎，属老虎死掉的人，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，去查一下就知道了。好，帮他念经。帮他念经。你爸爸现在脑子半边会经常发麻，经常头痛，手啊会发麻。对，他会发麻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爸爸的脚也不是太好。是。腰也不好。是。他全身都不好，有时手，有时脚，有时腰，有时头痛。哎呀，有时嘛，就是灵性呀，灵性在他身上会跑的，听得懂不啦？是。我告诉你，他的右面，他的肝和胆呐、也不好。哦。我告诉你，你当心点的叫他，他胆上有胆结石。胆结石。就是石头。你要叫他当心啊，他还有前列腺炎。小便多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他不信的。是。鼓掌。他情愿去拜佛什么？我们叫放生。他不念经。对。所以他身上一点亮光都没有。对，不过他本人是很好，每次都帮人，什么都帮。哎呀，帮人是善事，善有善报。做好事做善事的人呢，得到善良的回报，那么报掉就没了。那个学佛的人呢，他是功德，听得懂吗？功德在身上，有灾有难，人家给你算出来你要倒霉的，要出车祸的，他可以帮你消掉这个业障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要帮我爸爸放生多少条鱼？还有小房子，3000条。还要念多少张小房子？86张。好吗？好的，谢谢台长。你爸爸没什么大问题的，死不掉。好了。台长，我想帮我看我儿子一下。几几年的？07年属猪。哎呦，这小孩子有自闭症。对。鼓掌。3岁查出来的。告诉你啊，有问题啊，身上有2个灵性，一个是小孩子，那肯定是你打胎的孩子。对。鼓掌。那明白吗？请问一下，我那个打胎孩子，我有念小房子给他，可能还不够。不够，还要65张。65张，好，谢谢。他还有一个灵性。还有。那个厉害了，这个是主要的灵性，要念600张。600张。好吗？也是写给他的要经者就可以了。好吗？否则他的自闭症不会好的。自闭症实际上是没办法医治的。对。你到了医院就是给他打一针镇静剂，然后不讲话，脑子不响，慢慢的就吃吃睡睡，人变得很胖，因为这里边都有激素的嘛，明白了吗？其实灵性走掉了他就没事了。医院能看的病你们去找医生去看。医院看不好的病，灵性病，那么找我看，我一定帮你们看好。看看灵性病对台长来说小事，小菜一碟的。
好了。这灵性是他自己的还是我带给他的？一个是你的孩子呀。对，那个、还有一个灵性是他前世带来的。前世带来的。嗯嗯、那他的功课我要怎么给他？你就帮他念小房子就可以了。啊。功课帮他礼佛每天念三遍。礼佛三遍。哎、心经二十七遍。心经。大悲咒四十九遍。四十九遍。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好吧，帮他放生五千条鱼。我时常都有帮他放，五千条，谢谢卢台长，感恩卢台长，好好好，再见。台长可以加持一下吗？台长，看看叫什么名字啊？我是叫什么？谢浩明。啊，谢浩明，你姐姐。你喜欢不喜欢观世音菩萨？Yes. Do you like Guanyin Buddha? I don't know what that means. 观世音菩萨啊，每次那个菩萨。观音 Buddha. 观音菩萨啊。I always pray, mommy always pray when. In your house got the four Taiwan, you pray when? 观世音菩萨。You like it or not? I like it. 好了，我已经给他加持过了。好了，谢谢台长，谢谢台长，看见了吧？一加持后，谢谢感恩台长都出来了。好了，呦呦呦，好了好了。